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印尼咯 ，Let's go！ 万隆爪哇岛西部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三大城，无论是充满刺激的户外游乐公园，或是到世界上第三大的室内主题公园，肯定会让你尽情玩乐，流连忘返。远道而来，怎么会错过机会购物一番呢？从开放式的购物商场到设计独特、富有欧洲风味的购物城，货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看到我都眼花缭乱了。这个购物城还设有小动物园，让儿童有机会接触和认识动物，真是有趣。还有独一无二的鞋街，各种各样的鞋子在这里一定找到你心仪的一双哦。来到万隆，一定要到卡瓦布地火山湖，风景优美，神秘幽绿的湖水。我现在就在火山口的湖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很浓的硫磺味，不过就好像仙境一样。听说在这里许愿可以实现爱情梦想哦。因为火山的土壤肥沃，所以附近就有许多的茶园哦。喝着自己上山采的茶叶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行李超重没问题，乘客可在线预定托运行李重量，让整个行程画下完美的句点。亚洲游真赞 ！AirAsia 超级印尼机位从1元起，飞往雅加达、万隆还有更多目的地，从现在购买到3月24日，立即到 AirAsia.com。